亲爱的，记得来小队长帮我加油，爱你哦。被人家晃倒，送上那一场，我脚软掉了。你一定做得到，都还好吧？我是都在听到沙悟跟别人，就一直要他跟别人那边吵架。南山，除了我的太高了，不好吃。孤毛啊，他领导风范做的。跟家人拍照的时候，他就在旁边等我，我们也不能拍，然后又不好意思拒绝。可是最后都没有拍，家人规定没有。有什么特别礼物没有啊？除了家人以外，然后其他人都不行，都是好奇。偶像，科瑞吧。教练啊，没关系，这是偶像，教练比较重要。他对我凶是因为他为了我好。但是科瑞啊，还可以再换啊。再尝一下，帮我加油加油。我想我不知道。亲爱的，记得来小队长帮我加油，按你要。好。